演技曾夺下奥斯卡影后宝座，受到世界各地的影迷喜爱。日前他特别趁着工作空档带着女儿到游乐园玩，因为这趟女儿大多是和朋友们玩在一起，所以他的任务就变成了顾包包用家长。他也晒出自己与米奇合照，脸上表情有点哀怨，看起来有点好笑。接着他则晒出女儿和朋友们的背影，并在贴文中用英文写下我是包包队长。不少粉丝看到后纷纷笑说好妈妈正在努力工作，还有网友们搞笑表示这真的是全天下妈妈的宿命，就连奥斯卡影后也不例外。而影后坐在旁边帮忙顾包的画面曝光后，短短时间就吸引8万人按赞，只能说这么漂亮的顾包员还是第一次看到呀。Bye.